阿根廷攻勢依然旺盛，可惜夏里拉做敗家仔啊，攤凍嚟食都搞唔掂。你搞唔掂啊，中國隊話等我嚟攻，王勝遠射被拍出不遠，馬爾嘅頭槌又俾阿根廷門將路斯再度擋到。眼見勢色唔對啊，中國隊立即換入已經入選過大國腳嘅前鋒曲波，加強功力。呢招果然奏效，曲波入場唔夠一分鐘，喺右路空曬，鬥過出型嘅門將，為中國隊追成一比一平手。賽前佢喺件底衫度寫定中國勝利，呢真係有啲用噃。不過要數中國隊今場嘅最佳球員，就非門將安琪莫屬。對方盧馬洛利嘅快腳施射又被救出，卒之去到63分鐘，實力係高過中國隊嘅阿根廷再度超前。高洛仙尼嘅頭槌仲未彈出，杜明基斯快人一步射咗個波入網，阿根廷終於亦都係以2比1呢個比數擊敗中國，入到細星。